常会发表公布，确立习近平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又提到有效实施特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政府批准儿童及幼儿配方伏必泰疫苗在本港作紧急使用。本港单日多4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发现多5宗 XBB 亚系输入个案。各位欢迎收看呢节新闻。中共七中全会闭幕，会议公布肯定中央政治局工作，党确立总书记习近平党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公布又提到有效实施特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刘伟谦报道。中共七中全会星期三闭幕，发布会议公布，全会听取和讨论习近平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19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全会一致认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毫不放松，找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公布亦提到香港话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并隆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台海局势方面，公布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全会强调，党的19大以来的5年，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成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党确立习近平党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会决定党20大在嚟紧星期日在北京召开，将会审议习近平的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等等。 LTV 记者刘伟谦报道。政府批准儿童及幼儿配方伏必泰疫苗在本港紧急使用，医院药剂师学会预计相关疫苗最快今年内到港给婴幼儿接种，应付冬季疫情。有家长就认为来得太迟。曾建峰报道。婴幼儿版伏必泰疫苗终于供港在望，政府参考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之后，认为目前认可使用的婴幼儿版伏必泰疫苗效益大过风险，医务卫生局因此批出认可。当局已经对相关认可附加条件，包括要求申请人必须要继续提交有关疫苗的最新临床数据、安全更新报告和每批疫苗的品质证明文件等。政府话同制造商的商讨进度良好，正系等待制造商提交供应婴幼儿版伏必泰的时间和资料，呼吁家长不宜等待，应该尽早安排为仔女接种现有的疫苗。但有家长话，暂时仍然不会安排仔女接种。始终仲细，佢都系得2岁、3岁咁样。咁如果真系可能，如果真系要逼住上小学，5岁、6岁要打嘅，咁到时先再考虑咯。但系依家都唔会嘅。因为都不想他有什么意外，因为我们大家都没人担保到。有家长就认为婴幼儿版伏必泰来得太迟。之前都有等过的，即等住由他先打，但是太迟了嘛，学校要求要打，所以就打了先。两个都可以考虑的，其实即政府给你打都可能安全的。医院药剂师学会欢迎政府引入婴幼儿版伏必泰，相信有助推高6个月至11岁小童的接种率，同时预计疫苗最快今年内供港。如果只是喜欢外国制造的疫苗，这个都是一个机会。看回我们学会早前的问卷调查，其实都有成 35% 的家长都希望打伏必泰的。冬季可能會有一個爆發啦，一個機會都高嘅。加上呢個流感啦，咁相信政府同藥廠咧都會講到盡快供港噶啦。咁我哋估計啦，今年一定會有得接種噶啦。
生再是十一月定十二月啦。崔俊明又话，目前仍然未有供儿童使用的二价新冠疫苗，呼吁家长无需等待，应该尽快为仔女接种目前的一价新冠疫苗。Now TV 记者曾健峰报道。本港新增4788宗新冠病毒确诊，多九个患者离世，另外新增五宗 XBB 亚系输入个案。陈子晴报道。确诊宗数维持4000宗以上的水平，本地个案就占4420宗，输入个案就有368宗，包括五宗 XBB 亚系个案，患者分别由英国、新加坡、印度和泰国抵港。本港至今累計錄得6宗 XBB 以及1宗 BA.2.752.2 亞系輸入個案。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說，現階段難以估計新變異病毒株會不會成為主流，又預計冬天可能會出現新的變種病毒。很難去概括說香港之後的主流變種病毒是哪一隻，譬如說 你聖誕假之後，你知道零加三吸引了很多香港人去出外旅遊，他回來的時間會帶回他當地的變種病毒來香港，那變相哪一隻會跑出呢？其實我們是要密切監察著這個冬天，因為始終這個冬天都是很多世界各地復常之後的一個冬天，那變種病毒你可以預計到就是說不斷會出現的了。蕭傑恆說， XBB.1 的免疫逃逸能力暫時是變種病毒中的最強，但相信隨著病毒演變，殺傷力不會太高，但未來仍然要繼續留意不同變種病毒在各地的重症比例和死亡率。學校方面，多471間學校呈報682宗確診個案，10個班別要暫停面授課一個禮拜，包括黃竹坑的新加坡國際學校一隊排球隊。另外有兩間安老院和一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6宗確診，醫管局呈報多9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10033個患者死亡。 RTV 記者陳子晴報道。政府早前公布，大約370個政府僱員曾經使用涉嫌濫發的免針紙。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因應法院頒布臨時禁制令，已經通知部門安排暫緩執行，又呼籲家長帶仔女外遊前先帶仔女接種疫苗，加強保護。李彤欣報道。大約370名政府僱員持有涉嫌濫發的免針紙，原本星期三起無效，要完成三針新冠疫苗或者是持有其他醫生發出的免針紙才可以進入政府大樓等的地方工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因應法院頒布臨時禁制令，已經通知部門會暫緩執行。如果要進入去翻工，同時是要去有其他醫生再簽發過豁免證明書或者是打了針的，咁因應昨日法庭所頒的臨時禁制令，我哋昨日亦都通知了部門咧，這個唔承認呢一啲醫生所簽發的豁免證明書呢一樣嘢咧，我哋會暫緩執行嘅。放寬入境檢疫限制後，刺激市民外遊嘅意欲，楊何培恩呼籲家長帶同子女旅行之前，最好先打針。雖然開放了，但係唔等於咧外地咧係冇呢個新冠嘅病毒喺度流傳嘅，外地都係有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帶小朋友去旅行咧，都應該咧係俾小朋友足夠嘅保護。如果喺外地旅遊嘅時候係染病咧，個麻煩程度會好高嘅，因為外地嘅語言可能不通啦，個醫療系統可能我哋香港人唔熟悉啦，咁所以都呼籲父母咧，如果係計劃緊去旅行咧，就最好係及早去為佢哋嘅小朋友去打疫苗。黃大仙廣場設立由貨櫃組成的社區疫苗接種站，楊何培恩說，政府正是整合接種站，包括新設7個私家診所的接種點，方便市民打針。 Now TV 記者李彤報道。日本全面放寬自由行，熱門的旅遊景點都恢復熱鬧。有遊客就說，重遊日本加上日元低位，會更願意花費。於盡在日本東京報道。想在現代化的東京找到一些古色古香的感覺，不少遊客會選擇去浅草寺。自由行恢復之後，這個旅遊景點再次熱鬧。門前大型的雷門燈籠幾乎是每個人的打卡位，
趁观光客来少的时候去一些人多的地方，人多的热闹的景点。那雷门现在就没人，上次来的时候就满满的人，感觉起来就是活动的品质比较高一点。I think Japan, I think it's great to see it coming back, and I'm glad to see more openings around the world. 穿过雷门，走入内街，手信店、小食店都不乏捧场客，气氛浓厚。日元对港元同美元跌至24年嚟低位。在日本买嘢消费变得更加划算，由香港、美国嚟嘅旅客都更加阔场。暂时嘅第二日都冇乜话点样买喎，不过就会相对唔使谂咁多就可以去买嘢，即系唔使好似之前咁样左度右度咁样咯。咩叫做唔使谂咁多？唔需要好似惊 budget 唔够咁样，跟住就可能会悭啲。咁而家可能见到啱食想食嘅嘢或者想买嘅就可以即系即刻买。The dollar's gone a lot further here with the yen, and so, yeah, it's the dollar strong, and we've been able to buy. We've done a lot of shopping, so it's been great. Do you shop more? Yes. Just a lot of stuff to take home to the family and the kids, and a lot of the Japanese culture has been really fun, and so buying things to represent that. Arigato. 嗱，呢啲即叫即銷嘅人形銷係淺草嘅名物，而家唔使排隊就買到，買起嚟唔使30蚊港紙已經可以食到6粒啦。Now TV 記者於俊喺日本東京報道。休息一陣，翻嚟有其他消息。整個少女咁嘅樣，你我想嘔啊！做咩啊 ？Auntie 挥霍油，真系似挥霍油啊吓！系啊，仲有无轮汽油添啊！我想游下水啊！搞掂啦！你咧就啊，都系第一次，我都知道你系处男下海噶啦。喂，而家究竟我紧挥霍油啊，定系逃难记啊？我想上岸啊！我女未嫁噶喂！咩咩啫？香港破浪王啊 ！AM730 Auntie 你好，今晚7:30 Dear TV 抗疫期。继续新闻时间，波兰石油管道营运商表示，侦测到连接俄罗斯同德国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不断出现泄漏。德鲁日巴输油管道不断由俄罗斯经白俄罗斯同波兰通往德国，每日分别向波兰同德国输送26万和38万桶石油。波兰石油管道营运商表示，星期二在距离波兰中部城市普沃茨克70公里处发现泄漏，正系调查泄漏原因。发生泄漏的管道支线已经停止输送石油。波兰政府表示，相信泄漏是意外，暂时未有证据显示输油管道被蓄意破坏。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早前亦出现泄漏，俄罗斯向欧洲输送能源的管道。连日发生泄漏事故，再次响起欧洲能源安全问题的警号。俄罗斯继续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个地区，并公布克里米亚黑赤大桥爆炸的调查结果，锁定主谋是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并拘捕8个涉嫌参与策划的人。吴嘉耀报道。克里米亞黑赤大橋爆炸造成3人死亡，橋面嚴重損毀。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話，當日一架貨車在橋上爆炸，令到一列貨車的油箱起火。當局星期三公布調查結果，確認12名涉嫌參與襲擊的人員身份，並且拘捕5名俄羅斯和3名烏克蘭和亞美尼亞公民，話他們參與策劃爆炸。調查說爆炸裝置重大約23噸，收藏在建築用的膠卷裡面。8月初由烏克蘭港口城市敖德薩出發，途經保加利亞、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之後再由一架在格魯吉亞註冊的貨車折返格魯吉亞，再運送去到俄羅斯。到了爆炸發生前一日，5名俄羅斯公民將裝置送去克里米亞，再放上其後發生爆炸的貨車上面。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說，整個運送過程是由一名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的職員負責協調，又形容爆炸是一場恐襲，
鎖定主謀是情報總局局長。烏克蘭否認與爆炸案有關，形容俄方的調查無稽。俄軍星期三繼續大規模空襲烏克蘭，據報七支導彈落入南部扎波羅熱，擊中球場、住宅、學校和醫院，救援人員在瓦礫堆中搜索生還者。國際原子能機構說，扎波羅熱核電廠再次受襲擊影響，電力供應中斷，要改以柴油發電確保核安全。烏克蘭就指責俄羅斯阻止他們的車隊將柴油運到去核電廠。北約一連兩日召開防長會議，商討如何支援烏克蘭，特別是加強防空系統應對俄羅斯的導彈攻擊。 Now TV 記者吳嘉耀報導。神舟十四號三個太空人在問天實驗艙舉行第三次天宮課堂，他們在微重力環境之下和在地球的青少年上堂，示範了多項有趣的實驗。由王俊林報導。太空探索永無止境。同學們好，神舟十四号太空人陈东、刘洋和蔡玉哲在太空生活四个几月之后首次授课，第三次天宫课堂亦都首度移师问天实验舱，历时大约一个钟。课堂以天地互动方式跟在北京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地面主课堂和河南、山东、云南分课堂的师生一同做无细效应实验，探究天地差异。好，大家睁大眼睛仔细看啊！陈东将三支粗幼不同的塑胶管插入装满水的培养皿，由于处于失重环境，太空的表面张力作用更加明显，令液体不断上升到管顶。刘洋就负责水球变冷实验，探究在微重力环境下液体和液固混合体在相同冲击作用下的震动表现。他先用注射器向紫色水球噴出空氣，見到受衝擊的水球不斷震動，但若果在水球內加入空心鋼球，震動幅度有所減少，由活躍變得冷惰。劉洋亦都在太空站用兩米長的飲管飲芒果汁，展示在微重力環境下使用超長飲管吸入液體的有趣現象。喝到芒果汁了，還很輕鬆呢。陈东就展示微重力环境下 T 字形扳手旋转翻转的现象。他亦都利用混合实景眼镜在科学手套箱展示植物以南界的样本采集操作。刘洋就从生命生态实验柜取出种植了七十几日的水稻，试验实验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寿命周期培养。在微重力环境下，水稻吐水现象更加明显，叶尖上的小水滴变得更大，连成一片。太空人寄予学生在未来将中国太空站建设得更好。谢谢。Now TV 记者黄俊林报道。今日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跟住睇睇嚟紧7日嘅天气预报。全球不少国家都致力消除性别歧视，不过当中涉及的范围之广，有时远超一般人的想象。欧洲人权法院最近一宗判决就涉及抚恤金发放安排。睇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欧洲人权法院星期二裁定，瑞士政府规定丧妻的关夫在子女成年之后不可以领取抚恤金的规定涉及歧视男性，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控告瑞士政府的原訴人將可以同其他喪夫的寡婦一樣繼續攞扶恤金。呢一宗案件的主角比勒，佢嘅妻子在上世紀90年代因為意外身亡，當時40多歲的比勒放棄工作，靠當局發放的扶恤金撫育兩個仔。
當比勒的細仔2010年滿18歲嗰陣，當局停止向比勒發放扶恤金。不過，瑞士法例同時訂明，喪夫的女性無論有沒有仔女，都可以終身攞扶恤金，觸發比勒提出訴訟。不過，瑞士法院話，法例訂明男性是大部分家庭的經濟支柱，又說仔女成年之後，爸爸可以重返職場，因此駁回比勒的訴訟。案件最終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法院在星期二裁定瑞士政府在發放給關夫和寡婦的扶恤金安排上涉及歧視男性，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受判決影響，比勒可以繼續領取扶恤金，其他關夫亦都可以向政府追討未發放的扶恤金。